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凤凰每周快讯。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消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五号表示，中美正在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做准备。对于有美国媒体称美国白宫最快可能会在下周对中国的网络活动实施制裁，崔天凯表示希望美国做出明智的选择。好，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继续留意我们晚上为您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好，欢迎您回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9月7号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的承包商为其雇员每年提供最多7天的有薪病假，此举将会使30万员工受益。据报道，周一是美国的劳工节，奥巴马政府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讲演当中公布了这个新的行政令，允许联邦政府的员工每年获得7天的有薪病假。白宫估计大约会有4400万私营部门的员工不享有带薪病假，占美国总劳动力的40%。奥巴马希望此举能够迫使议会通过立法，允许美国上百万私营部门的员工也拥有类似的福利。美国9月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民主党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在党内初选关键州新罕布尔州领先希拉里·克林顿9个百分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马瑞斯特学院最新的民调显示，桑德斯在新罕布尔州获得41%的民主党选民支持，而希拉里则为32%。希拉里因为任国务卿期间用私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而失去了部分公众的信任。副总统拜登在新罕布尔州的支持率稳定在12%，在爱荷华州是16%。民调也显示，共和党的领跑者唐纳德·特朗普在2个初选州保持了领先。数千人于本周一在伊利诺伊州的福克斯雷克小镇的街道上为上周不幸遇害的格林尼维奇警官哀悼，致以最后的敬意。格林尼维奇的葬礼之前，一个长达18英里的游行队伍从位于芝加哥西北部的福克斯湖向葬礼所在地安提阿高中缓缓行进。遇害警官格林尼维奇任职警察已经超过30年，是4个孩子的父亲。上周三，格林尼维奇在追踪嫌疑人的过程当中不幸遇害，身上的配枪以及防身喷雾等配件也被抢走。据了解，枪手是2名白人男子和1名非裔男子，警方的追踪至今仍在继续当中。据报道，今年美国大学委员公布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大学入学测试学术性向测试SAT 的平均成绩为1490分，与去年相比下降了7%，是自从2005年改版以来最低的一次成绩。SAT 成绩的下降反映出教育改革当中存在缺陷。42%的 SAT 考生通过了大学最低录取线1550分，拉丁裔学生的这一比例是23%，而非洲裔学生则为16%。很难明确 SAT 成绩下降的原因，但是教育专家认为，贫穷、语言障碍、父母的教育水平低，以及蔓延在许多城市的社会弊端，都可能导致平均成绩下降。好，让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凤凰每周快讯。好，欢迎您回来。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来自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城市区于5号早上发生了一起骇人的车祸。一辆轿车的驾驶员因为酒驾高速冲撞一辆小巴士，造成小巴士被撞翻后引发大火，而车上有2名乘客逃生不及，葬身火海。一名目击者指出，小巴士车上的一名男性乘客企图从车窗爬出时，被快速窜烧的火舌烧到头部着火，而跌回车内被烧死。小巴士上除了2人被烧死，还有2人受伤。肇事的轿车司机和车上的一名乘客也受伤，被送医治疗。而到目前为止，当地法医办公室还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发出声明，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黄瓜已经导致27个州285人感染沙门氏菌，其中一名加州人士已经死亡。报告指出，从墨西哥进口并且由分销商安德鲁·威廉姆森新鲜农产品销售的黄瓜是这次感染爆发的源头。该商家已经主动召回2015年8月1号到9月3号上架的黄瓜。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经要求进口商停止从墨西哥进口黄瓜，也提醒美国人，如果怀疑自家购买的黄瓜有问题，请千万不要食用。据报道，美国联邦政府日前提出了一项旨在扩充医疗保健系统反歧视内容的规定，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平等对待患者，包括变性人。规定指出，严禁基于性别或者是性别认同等因素拒绝为个人提供保险，个人保险都应该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保险供应商不能够基于性别拒绝或者是限制提供保险，保险公司也不能有禁止为变性人提供服务的政策。此外，该保规还提供了更多的保护，以保障英语交流困难或者是残疾人士的权益。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的华裔青年与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将加拿大落基山脉的新鲜空气卖往其他国家，每瓶空气价格15加币，大约可以吸150次。创始人兰姆表示，需要花差不多10个小时来收集空气，再带回公司装入一个个塑料瓶里。该店开业3个月以来，他们已经售出了900瓶的空气。兰姆表示，目前他们的目标群体是来自中国、印度和迪拜，同时呢，也有来自土耳其、以色列和本地的顾客。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详细的新闻内容，请您继续收看我们晚上为您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新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 进行订阅。我是季杰，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凤点微博。